只要不死就好了。臭虫，不要爆！不要爆！嗯，好了，有病床喽！好了，可以开始无耻了，无耻的刷。只是遇到这个拉人的跟那个自爆，我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三百，那这个先不要，这个换病床，升级，然后确认，然后得到什么没了？260，260，那这个要换这个，我们去赚钱，十级武器。他不就还好没买十级武器，那给他。嗯，就你高雄 CWT 请假，好啊。那到时候来见我，一定要自我介绍一下你哦，不然我真的不会认人哦，而且又没看过你。啊，我再就是还有一个防毒面具，我再找找看有没有。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效果是什么，杀死鸡哦，所以我给他是对的。给神父杀死有10%几率会补血，有几率补血啊，那个几率会增加，可以。那再来还有个东西要买，就是一个很像防毒面具的东西。那个买了之后，打后面关卡可以不用怕毒了。嗯。然后病床就是这，你看这个绿色圈圈就是病床的技能，你要在这圈圈内就会补血了，所以超 OP 耶、欸。贩卖机，给我，没有中。那个啊，装弹速度哦，不要，没钱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不是炸药。
走得有点远。嗯，胖啊，要死啦，要死啦！自杀的就真的有点难打了，走错了，走过头了啊！因为之前就这样子刷的，就这样子一直刷。哦，刚好升级，不行，那个有自爆的不能这样刷，有自爆的这样刷太危险了。不然之前我的组合是就是一样这样子，然后有配合那个肥肥，因为一爆掉有很大的机会爆装备出来。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也很重要，看一下哦。嗯。狗狗还好，欸，不是，并传 CD 啊，没有啊，就是一般的那个技能啊 ，CD 六秒啊。怕是怕那个会自爆的啦，真的比较烦。欸，隔壁欸。冰川的效果是多那个啦，补血范围。啊，那个现在那个六秒是以前的一般的技能啊。哦，找贩卖机。爆炸！贩卖机，贩卖机右下。需要一个防毒面具啊！我那时候就是右上角的零件1000多个，就是这样子，边回血边打这样子。
全部出售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哦，好，嗯，仓库。这声音不妙，右边很热闹。臭鬼！没贩卖机。刷不到，就缺一个防毒面具啦。换弹速度哦，消防局吗？这个好，那我们先卖掉。宝藏。就你了，很难刷。哦，吓死了！很幸运，但吓死我了。哦，没有中。有贩卖机，找贩卖机，贩卖机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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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买这个，买食物。离开。
怎么能刷啊？很多苹果度，发现一只自动贩卖机。好，就是医院了。其实可以直接打完了啦，只是打不打得过是其次啊。贩卖机在哪儿？这里没有。啊，我买这个给你们看是干嘛的？这个啊，又没有。下一个，哦，这个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打 boss 了。下一个。道具320，320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没有用，这个改这个，这个不知道干嘛，这个升级，确定，继续啊，不是，全部出售，全部出售，不够，320，那这个换这个，然后。21个苹果，我看看可不可以再开一次320，再去玩一次，玩一波。宝藏僵尸，要再救人吗？我是卖光了，还没，那我们去救人吧。这真的很棒，那个吸尘器升到二阶很棒。哎、欸，我应该有升吧？就是你一探索到地图，就会有空投，比如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这样只要一走过去，它就会炸在那个你刚探索的地方。
然后防毒面具两等是你可以在原地放个这样烟雾，然后火加烟雾你就知道有多无敌了。然后你又自己又补血，无耻！昨天玩出来的玩法，因为我昨天没有玩到火啦，只玩到防毒面具而已。哪里啊？这里。因为像如果这一场的开局是有那个胖胖的话，就真的会很好过，很舒服。没有了。好啦，我们可以去打王了。打王喽！这个小枪就换这个了，然后。哦，可以打开这个了。再是全部出售，这个也换掉。这个格挡大师换掉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换什么嘞？伤害三倍，好啦，这个，再来就是吃苹果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哎。啊，神父都给你了啦，靠你凯瑞了。继续，出发。啊，四小时了。九六一万，先补血。然后你看哦，中间这个毒踩下去完全零滴血，超舒服。然后你看，为了刷防毒面具，就主要是中间这个一定会中毒，所以早点刷出这个会比较好。
那现在这个就是拔一些特殊僵尸打光。哎、欸，好痛！差点有人死，为什么？突然，没注意，啊，有隐形。走了走了走了，那在这边就一样的套路，这边就是等时间了。明明打过很多次，可是每次打都觉得还是好紧张啊。杀！买照啊，买照啊，都不要走啊！过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嗯，是有人在开门吗？过了。啊，可以关台啦。继续，好了，反正过关条件就是也有两个东西啦，一个是防毒面具，另外一个就是病床，真的很棒。病床再加防毒面具，其实还有这个啦，可是增加基础治疗量啊，这个我一直没有拿过哎、欸。那这个就是 每秒会一直慢慢回血，这个也很棒，都是靠回血再慢慢回起来的，对啊，就这样，确认过关啦，天赋也这个勘察的天赋也满了，还剩这两个没有满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那要关台咯。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